不再是一个特定的日期而已，福音乃是我们的生活。
新北市泰山区的弟兄，以及新北市泰山区的姊妹，我们可以拿出刚刚我们要奉本来要宣告奉献的那个小小组的那个内容，我们就代表金职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宣告，好吗？好，一二三，我们是新北市泰山区金职圣徒，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与体力。 周六参加金职牌，并且与社区圣徒配搭外出传福音。实行方式是在一个月，希望有两次，在周六的下午能够有一次的金职牌，并且在晚上的时候就随着召会的行动外出传福音。每一位弟兄姊妹立下心志，在今年的12月31号以前，我要带一位。 福音朋友，或是新人圣徒，或是有机会的弟兄姊妹来到金职牌里面。是，感谢赞美主，我是新北市英歌区，阿门。我需要你们的扶持，阿门。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事情，我们必须要加出来，全体侍奉，是做好一个身体的配搭，一条做榜样，成为一个对主绝对的人。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是，针对一个。 感谢主，我们是新北市树林区，我们在教导里面，我们感觉到我们对主的这个享受的生活不够，所以我们一同有这样的心愿，就是能够实行每天的晨兴的生活，然后也一天一天的生命读经，我们每一周我们会来在一起，一同有分享，并且有一些的交通，然后在这个实行的部分呢，我们在这个主耶稣，我们在每周的。